这是刚冲完树啊，帮它洗澡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那这些树皮似乎是之前有蚂蚁，然后会有在上面筑那个类似土，会有土在上面，然后就层层盖盖。然后我用水强力冲完之后，土掉了，然后没想到皮也跟着剥下来。这是目前树的平台下方的状况。也没有看到什么样受伤啊，或者是有流出不明液体的状况，没有。宝宝拍这个就是要给树医生听的。那这是下面的土，看不出有什么异状。